你那个课题最近还顺利吗？下个月应该就能见刊了。唉，前几天还以为要被叫停了，好在是虚惊一场。啊，毕竟你课题的导师中有阿扎尔挂名，原来还以为会被牵连。哎，后来是怎么解决的？不是新来了一位代理贤者吗？他重新审阅了我们的项目，允许我们继续研究。代理贤者，以前有过这种职位吗？我听人说，其实是因为新贤者还在选拔，但暂时没有结果，就让那个人暂代一下。也多亏他帮我们说了话，大家的研究成果才能保住。等论文见刊后，我一定要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到时候我想去蒙德旅游。那些人真是昏了头，竟然会请艾尔海森做代理贤者。消消气，老师，我也纳闷，按资历您才是学术泰斗，怎么轮得到他一个毛头小子？愚蠢，你以为我是气自己没当上贤者？哼，我是不理解为何偏偏是艾尔海森。当初他选修我的课，一学期我就没见过他几次，问他，他居然敢顶撞我，说听我讲课还不如自己在家看书。哼，狂妄刺头，这样的人竟然成了代理贤者，简直就是教林院的不幸。冷静啊，老师，我去给您捡点水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听说新的代理贤者是我们知论派的学长。真的吗？是谁啊？他叫艾尔海森，我是没见过了，最近有关他的说法不少，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。比起这个，最近英论派有个风头正盛的学者，听人说他很可能是下任贤者之一。哦，他有开课吗？我们要不要早点去拜访一下？看来艾尔海森要当代理贤者这件事传得很广呢，不过居然也有人不认识他，他似乎不是那么有名。关于他的评价也是有好有坏，特别是刚刚那个老人，看上去对他很不满。哦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风纪官，风纪官，我是伊利亚斯，我要见风纪官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哇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吧。要不你把事情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转告给风纪官怎么样？不行，我必须亲自见到风纪官，只有风纪官可以信任。拜托你们扶我一把，这件事很重要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我们带你去找风纪官。虽然答应带他去找风纪官，但我们认识的风纪官好像也不多。哦，对了，塞诺应该回教林院了，我们去找他问问吧。我们想打听一下，塞诺在教林院吗？两位看着眼熟，莫非是塞诺大人的朋友？塞诺大人正在外面执行任务，有什么事可以先和我说，我会帮你们转告塞诺大人。我们在教林院门口遇到了这家伙，他吵着要见风纪官，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。哦，不介意的话，可否先跟我聊一聊？希拉杰，希拉杰，这个名字听上去很耳熟，是英论派那位学者吗？英论派的学者？英论派风头鼎盛的学者，听说是一位敢想敢做的天才，也有消息说
他可能会代表阴论派成为下任贤者之一。你接着说，希拉姐怎么了？我也揭发，希拉姐正在做一个危险的实验，她绑架了我，把我绑到那个可怕的山洞里，到处都是实验器材，我拼命地跑，只差一点我就被她抓住了。别紧张，慢慢说，她在做什么实验？那个山洞在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事你竟然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希拉姐朝我走来，之后我的脑袋就开始变得不正常，我忘了很多东西，就像做了一场噩梦，但我知道那里很危险，必须立刻阻止他们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他们会在酒馆做交易，得快一点。就算你这么说，好吧，我会让我的同事去查希拉姐的情况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接受风机关的测谎调查。你在怀疑我？不要误会，只是惯例而已。劳烦两位在这稍等一会儿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咦，艾尔海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解释一下吧。刚刚我带伊利亚斯去测谎，他顺利通过了，这意味着他说的话有很高的可信度，我们决定围绕他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。这件事按惯例汇报给了艾尔海森大人，他听完之后先是给塞诺大人留了封信，然后提出要和我们一起行动。奇怪，艾尔海森居然会和风纪官一起行动，莫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想多了，只是有点兴趣而已。是吗？你还有这种闲暇呢，不如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。艾尔海森大人参与我们的行动已经是违规情况了，你们算了，毕竟伊利亚斯是你们带来的，我可以允许你们一起来，前提是你们必须对一切计划保密。放心，我们的嘴巴可是很严的。那我先说一下目前掌握的线索吧。伊利亚斯声称希拉杰会与某位妙论派学者在酒馆进行交易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清醒回忆，似乎是在逃跑的时候偶然听到的。顺便一提，希拉杰目前并不在教龄院，他在一个月前就申请了长期外出调研，距离伊利亚斯提供的交易时间很近了，我们决定立刻赶往酒馆搜查可疑人员。就是这样，准备出发，你们随意。都说了我们要一起去了。我们到了，艾尔海森大人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艾尔海森大人，看来你最近没看任何文书。新颁布的教令明确提出，对于已经确立的调查案，即便是贤者出面也无权干预风纪官行动。如果你们的上司在，他不会问我该做什么，反而会警告我不要指手画脚。您说的没错，我明白了。那请您在这里稍等，我们立刻封锁周边区域，搜查可疑人员。伊利亚斯就留在这里吧，也劳烦艾尔海森大人保护主要证人了。可以，他要是能保护好自己就更好了。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之前在阿如村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动不动就不理人。回答没水平的问题是对发问者的纵容，而且我需要让他清楚地明白我的态度。和你们一样，阿拉夫也疑惑我为什么会跟来，但和你们不同的是，他把这个问题想得更复杂，比如代理贤者想要染指风纪官的权利，他向我提问明显是在试探。风纪官早先受到贤者影响，难免被卷入这种官僚陷阱，
但他根本不需要那样说。我希望他了解，这一次我不会插手他们的工作。好复杂。所以我起初一直反对当什么代理贤者，头衔会让很多事变得麻烦，在所难免。打扰一下，艾尔海森大人，我有个问题，无论如何都想问。我们以前见过面吗？没有，我对你毫无印象。我想也是，我跟您这样的人应该没什么交集才对。那又为什么要问？因为第一次见到您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是吗？错觉，或者是……艾尔海森大人，我们抓到嫌疑人了。希拉杰？不，是和他做交易的妙论派学者，名叫纳兰德拉。艾尔海森大人，等等，有人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承认，我确实从实验室偷了些机械零件往外卖，这是需要代理贤者亲自过问的案件吗？我的天，我该不会卷入什么大麻烦里了吧？我只是一时利欲熏心，还请各位手下留情。我想问他几个问题。当然可以。你认识希拉杰？听过买家的名字，他约我在酒馆做交易，不过迟迟未到。交易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实验，好像需要很多能源与电路元件，只有我们项目有。他私下联系我，让我假借淘汰损毁之名昧下来一些，他会高价收购。唉，本来我们约好今天在酒馆交易，谁想到我先是被放了鸽子，又遇到了你们。也许是希拉杰察觉到伊利亚斯有可能会透露消息，所以故意没来赴约。不管怎么说，线索到这里似乎就断掉了。好消息是，不管希拉杰想做什么，没有这批能源与电路，他的进度肯定会受到阻碍。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调查。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纳兰德拉交给你们带走。另外，我还想再借伊利亚斯一段时间。哦，这个没关系。我们对于伊利亚斯进行了全方位的测谎，他确实不记得更多事情。我们也不打算从他这里寻找突破。不过顺便问下，您留下他的理由是？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失忆的论文，想尝试引导他恢复记忆。原来如此。那我们先回教令院。伊利亚斯就拜托您了。跟我来。结果希拉杰根本没来酒馆，纳兰德拉也没有什么线索，好像陷入僵局了。艾尔海森，你真的打算管到底吗？总觉得你对这件事格外有兴趣，我都有点意外了。我还以为你已经猜到原因了。哎，我没猜到呀，你猜到了吗？嗯，同届的同学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阿拉夫跟你汇报的时候，你才提出要跟来看看。你对这个案子感兴趣，不是因为内容，而是因为嫌疑犯是认识的人。你的描述跟事实相差甚远，不过我并没有寄希望于你能得出更准确的答案，你暂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。我跟他是同届入学，后来我当了书记官，而他继续在学术上深造。一年前他提交了一份课题申请，当时的大贤者看后问我意见，我并不怎么看好，因为从结果来说，他触及了六宗根源之最中的人类进化之事。从人类进化之时到蔓延奥秘而心无惧怕之时，六宗根源之罪是此时万般罪责的开端，也是贤者们制定和修正教令的参照。希拉杰的研究在我看来过于天真，但结果上他确实触犯了底线。大贤者参考了各种意见，那份报告
最终被驳回。所以他购买能源和电路元件，多半是想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进行实验。听上去好可疑，还是阻止他比较好吧。伊利亚斯，你再努力想想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。抱歉，我试过很多次，但无论我怎么回忆，那些事都像是隔着厚厚的迷雾。人在受到强烈的刺激后，可能会下意识割舍部分记忆，以此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。但这些记忆并不是真的消失，只是暂时被封存了。给予适当刺激，仍然有恢复的可能。试着回忆一下你在意的事情吧，不必非要和案件有关。其实，我感觉我忘掉的事情有很多，不仅仅只有被抓去做实验的部分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做过些什么事，有些我能记起来，有些不管怎么想都没有头绪。不过我隐约记得自己有两件不得不做的事。说来听听。第一件事是从教令院领取薪水，送给在化成锅的妹妹。我不清楚详情，只记得以前我似乎每个月都会把钱给妹妹，让她补贴家用。那第二件呢？第二件事是什么？想不起来，抱歉，我真的忘了太多东西。不意外，目前只有你见过希拉杰，只有你知道那个山洞的具体位置，所以我们会提供一切必要支持，帮助你恢复记忆。失去记忆一定很痛苦吧？不过我们会帮你想起来的。多谢。不仅仅是痛苦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。丢失了太多记忆，让我对自己的认知都变得模糊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好像下一刻就要失去意识。但在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中，我又像是得到了解脱。不管怎么说，多亏了你们，我变得稍微清醒一些了。我记得我在教令院中一个叫做调研筹备处的地方兼职，每个月也是在那里领取薪水的。我明白了，那就先去找那边的负责人，走吧。